生在一个鬼火红云的夜晚，茅屋外的风雷声阵阵，除了偶然一两声犬吠，一切寂静阴森，带着沙沙的水声。恍惚中，一个黑影说这几日之前，清河府衙的捕头冷林突然死在家中，被发现时尸身已化作一具干尸，周身的血液无迹可踪。旱魃？这世上哪有他妈什么旱魃，老子就不信有旱魃。你可别不信，没听说吗？最近死了好几个呢。真他娘的晦气啊！咱们走。走。去他娘的旱魃，就算真有旱魃，老子也不怕。哎，大哥，女人的声音。在这儿，美人不怕旱魃吗？旱魃，没事，哥保护你。你说的是他吗？
怎么了木头，又做噩梦了？我告诉你，别叫木头，下去。这话什么呢？放下。哎，你看你，成天研究这玩意儿，不做噩梦才怪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我看见诸葛先生出去了。 趁先生不在，我带你去乐呵乐呵。大可不必。话这个都画魔怔了啊！听说春晓楼从江南来了几个绝色佳人，其中一个可是江南第一美人啊！看美人总比你看怪物强吧？赶紧走吧！不是，你就不累吗？你懂什么？脚踏一条船。 迟早要翻船，脚踏万条船，翻都翻不完。走起！哎，烧饼啊，烧饼啊，干嘛？来，红饼要吗？啊！ 什么都有，饭来了！哎呦，崔公子，您来了，您好久没来了。带路。这次来，昨天好好玩了。有呀，行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这老爷给您留着呢。哎，快请坐，啊，忙您去吧。尽兴啊。 小六子，快给崔公子上茶。好嘞。哎呀，明朝才顾身外事，今夜只做花匣。你呀，出事太不解风情。娘，我算来了。可想死我了。
弯了。是我的。差点就去了。别害羞嘛，来。多谢公子再次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日后必当报答。木脑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你撩你的妹，我负我的怪，快说说什么感觉啊？就你个妖。大人，什么人？妨碍办案，放走凶手，你该当何罪？我们也是想帮忙，可谁知那怪物太厉害了。知府大人到。报告大人。那汉马出现了，又死了一个。你们是？禀知府大人，他们是铃兰书院的学生。铃兰书院崔洪森。崔？那顺豪商局的崔老板是？正是家父。这位？啊，他是冷洛风。参见大人。听说刚才二位出了手。那个大人，我们也是想帮忙。回大人，学生鲁莽，见汉魃出现一时心急，便上去帮忙，却不料记性一抽，让那汉魃跑了。请大人治罪。无需多礼。你们不愧是铃兰书院的学生，真是英雄少年。还是这位大人有眼光，不像那个赵大人还说我们妨碍办案呢。放肆，还这么猖狂。赵大人，办案要紧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早点回书院去吧。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。大胆，敢对我用傀儡术，小心我告诉主人。还不离开吗？今天干得不错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近日大限将至，大局已定，务必善终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什么人？学生冷洛风参见大人。既是书院的学生，就该知道这抓人办案乃是官府之事。启禀大人，学生早就听说过旱魃杀人一事，适才碰巧遇上了旱魃，心想将来会成为捕快，保护一方百姓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所以请大人恕罪。咱们走。是是。不是想找杀父仇人吗？我也有同样的遭遇。同样遭遇，我凭什么下去？姑娘，我也想找杀父仇人。你松开我！失礼了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两个月以来，已经死了十几个人了，其中有两个人是有联系的。怪兽图。除了你爹童星夜之外，还有一个人的尸首旁边也有这幅图。知府的捕头冷林，你是冷林的儿子？是。所以你来我家找线索？对。我觉得令尊的死和我爹有关系。联系？我想起来了，父亲出事前留给我一个账本，在那儿。
谁呀、啊、你？木头，你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这样的呢？啊！赵大人，这是干什么？诸葛先生，官府办案，得罪了，给我搜！快！昨天夜里，有人私闯同府，私闯案发现场，若不是他，那本账簿又岂会被汉拔烧掉？诸葛先生，您说这算不算妨碍办案呢？不算。大人，误会，这冷洛风是我的朋友，我请我的朋友到我家做客，这也不行。要不是冷霞氏在，这回汉拔出现，那小女子恐怕早就凶多吉少了。她是书院的学生，未经官府许可，私自调查案发现场。若人人效仿，那官府还如何办案？大人，书院育人，正是教他们惩恶扬善，匡扶正义。不想他们私下查案，干扰了官府办案，好在初衷不坏，念在初犯，就罚冷洛风禁闭十日，自省过错。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嘿，你还真是关键时刻不亮链子呀，了不起了不起。伤还没好。对不起啊，忘了你伤没好了。别动，你伤还没好。这刀不是被抚压。此刀是你父亲的心爱之物，又有他的嘱托，我必然想了办法将他找回。多谢先生。可惜你父亲爱刀用刀多年，却始终没有悟出这刀的精髓，也是遗憾。他深知你自幼爱这刀，早就有意留给你。这是燕翎刀法，你要查这个案，我不拦你，但要报仇，就要先学会保护好自己，练好本领，你才有资格查这个案。
怪不得你对这案子这么上心，原来冷捕头是你父亲。倒不是有意瞒你，父亲为了保护我，从未公开过我们父子的关系。哎，我就不懂了，诸葛先生既然和你父亲是好友，那他为什么要听同知赵锦玉的，关你的禁闭？我看你是真傻。你才傻，你全家都傻。诸葛先生明明是在帮他，你以为真关禁闭啊？猪脑子。啊？表面上呢，先生是在关我禁闭，实际上他是给我时间，静养疗伤，研习武功，先磨后动，以不变，应万变。哦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公子，真的吗？来了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，那公子我很幸运啊。我倒是哪儿来的东土子？原来是救我性命的冷少侠。姑娘，冒犯了。冷少侠敢与那穷凶极恶的旱魃交手，却不敢看小女子一眼，莫非小女子比那旱魃还要可怕？不，姑娘，姑娘冒昧，宛若惊慌，是在下唐突。没想到平日冷冰冰的冷少侠竟会如此夸人。你还真一直闭着呀？你不是说我好看吗？那你倒是看我一眼啊。冷少侠可是口不对心，有多少达官贵人花钱都看不到。小女子今晚就当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摆给你看。姑娘，玩笑。我脱了。姑娘，请自重。姑娘，姑娘。是在下失礼了。姑娘，这画从哪儿来的？我画的。那姑娘可知画上画的是什么？我可不知，只是你画的那个四不像，我看到以前有一幅很相像的，于是就画出来了。那这幅，姑娘可曾见到过？可画否？你这幅，我实属不认识。但这一处，好像看到一个相像的。那姑娘。啊。对不起，有劳姑娘，画完。那你要怎么谢我？只要在下做得到，我都答应你。真的？绝不食言。
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可曾亲过其他姑娘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天地可见。那我要你亲我一下。姑娘。你不愿意啊？不愿意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都是你在照顾，好吃。
这里每个孩子在别人眼里都命不如蝼蚁，有谁愿意多看他们一眼呢？这里每个小小的背影都是一段凄惨的经历。多吃点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不给死！我只有七岁，我给他们带桂花糖，希望他们吃了就觉得日子没有那么苦了。以后谢谢我陪着你。我从未跟人说起过这段往事。春花秋草转瞬即逝，就算命数已定，也要活得自在。爹，我不疼。后来，我爹就把我送去了书院。还不进来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在想你啊。这是你画的？嗯，像吗？像，但又不太像。这画的是你，又不是你。啊？是我梦中的。我问你啊，那个童小姐是谁啊？就是富商童氏的女儿吗？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我们就刚刚认识啊。怎么了？那这什么？我答应你的事，做好了。明天，我带你们上山。几位施主，请。大师，大家请看，五元图。正是，雷神风伯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就是五元图。你们看，这五元乃是《山海经》中的五个神兽。传说黄帝大战蚩尤时，全凭五元神兽之力才侥幸大胜。这五元分别是雷神、风伯、雨师、青拔和九天童子，五元均为邪神，凑在一起当有毁天灭地的无上能力。冷林对应雷神，同星夜对应风伯，其余的雨师和青拔暂且不说，但是这九天童子对应的应该是真龙天子。如今先皇已经驾崩，那所谓的真龙天子应该就是太子。如果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凑齐五元，那么太子应该已经来到了清河府。大师，您可知道这个印记？知道。据说这五元神兽身上有一个印记，我想转世的也都有。佳燕，你父亲身上可有这个印记？我想起来了，
我记起一个人身上有。住手！又是你。大人，据你闭关之日，不足越狱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带走。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说进就进，去去去，赶紧走。看我的，这位官爷，您可知顺豪商局的崔老板？崔老板，正是家父。哦，不认识。这位官爷，您别理他，您那么忙，哪认识什么崔老板、李老板的？我爹姓童，与隋大人是世交。我们呢，就是想探视一下铃兰书院的冷落风，请官爷行个方便。行个方便。这钱我收不得，冷落风已经被隋大人带到府上了。冷凌是你的父亲？正是家父。你可知，我跟你父亲相识多年，我还见过你小时候呢。可为何你父亲说你六岁那年，家父就把我送去了铃兰书院。你父亲竟然小心的连我也没告诉。我明白了，他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。当年你父亲他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救命之恩我一直记在心里。那就有劳隋大人了，助我查出真相，找出真凶，为父报仇。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？你说。坏消息是冷落风很快就要死了。好消息呢？好消息是他会死在你的手里。看来这个隋立涛很是碍事啊。他明知我是南诏宫的人，表面上处处让我三分，可这背地里却一直和我作对。碍事的除了便是。你记住，现在最要紧的是那一桩事。眼看下一次月圆就要到了，你抓紧行动吧。是。家父与薛神医早就相识，近几年更是多有往来。
原本我们找到一本跟此案有关可作为证据的账簿，可惜汉拔出现抢夺不成，便一把火烧了。就是那晚烧掉的那本？是。如此重要之事我为何不知？大人，事后我曾向您禀告，可赵大人他……哎呀，那个同知赵锦月他自己对查案不上心，还不让我们查。你们知道赵锦玉是什么人吗？你管他什么人，不过是个同知啊。但是他的背后是南赵公。南赵公？这就对了，南赵公通过邪术控制汉拔杀人，以获得五元血液完成祭祀。什么祭祀？大人请看，这五幅图是山海经里面的五元神兽。五元神兽是邪教之宗，南赵公通过控制汉拔杀人以获得转世的五元神兽的血液，在月圆之夜前完成祭祀，以获得无上的能力。而且听说太子最近来到了清河府，所以或许南赵公最后一个目标是太子。可我们要去哪儿找太子？还找什么太子啊，都知道是南赵公干的，那我们直接说。接着说呀，有脑子吗你？哎，可惜那南赵公势力庞大，哪是我们几个可以扳倒的。那又如何，天下之大，天地自有方圆，必将邪不胜正。说得好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竟然有这份魄力。既然这个赵景玉是南赵公的人，他们想在月圆之夜完成五元祭祀，就必然会加紧时间找着太子。我们只要一直跟在身后，就一定能找到太子。那赵景玉必会找你们麻烦的，不如你们先在我府上先住上几日，想必他还不敢明着和我冲突。那就叨扰大人了。嗯，那是藏香，我礼佛便建了一个佛堂。有刺客，大人。大人小心。杀。当年你父亲救了我，没想到时隔多年你又救了我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姐姐房间里？我专门来找她的。你不知道吗？她已经离开这儿了。去哪儿了？你来晚了，她命好，被一个什么员外郎花了大价钱赎了身，前两天被接回京了。
真的走了吗？这还能有假？公子，死了这份心吧。你回去吧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。为什么这么对他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主人交代了，既然你对他动了情，你若再不动手，就换做我们。谁的生活简单呢？只有活着，才能为父报仇。这把刀，十几年前我见过他。见过我爹，拿着吧，如果觉得自己苦就吃一颗，让自己心里甜一些。是你，竟然是你。是你。桂花糖真的很甜。那时候年少天真，能填了口舌，就能填了一切。你的糖填了我十几年。只要我给父亲报了仇，我就带你离开这儿。山高水远，下半生我只为你。Thank you.
时间能够一直停在这儿。遇见你是我最大的运气。铃兰竟出落成如此的绝世容颜，铃兰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。铃兰无能，为父亲尽忠多年，自知命贱如贱，但还是斗胆以一命求父亲放过冷落风。你动了情？铃兰自知没有这个命，不求父亲成全，但求带他去死，以铃兰之血为父亲养虫。笑话！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？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如此顺序，岂是你的所为？恐怕养虫是假。你早已服下毒药，只等我吃下这吸满毒血的美人唇，便会毒发。我救你命后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叫我一声父亲，我也真心把你当女儿养。可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？你救我，难道不是因为我是青拔转世？现在五元祭祀只剩下青拔和太子，我愿意现身帮你去完成祭祀。你已经杀了冷灵，我只求你放过冷洛风。多年的父女情，没想到我在你心中不过如此。对，你是青拔转世没错，但不经历情劫，你就与常人无异。五元祭祀，我从未想要过你的血。我要你接近冷洛风，是因为他是雷神血脉的精华。没想到你却因他生了情，完成了转世。世人慌慌张张，不过图碎银几两，偏着碎银几两能解万种惆怅，但这碎银断了父亲的梦想，毁了世间沧桑。人间非净土，各有各的苦，莫笑谁是可怜人。冷洛风的血我要定了。
你当女儿一样，我不想让你黯然收场。我多番试探过冷落风，他的确不被外表所惑，值得你去托付。以后的路，我就不能陪你一起走了。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也不必难过。他已经等我太久了。青春。
了。师兄，云兰，师兄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说！书院出事了，诸葛先生让我来找你们。赵大人要是抓人，先说出他所犯何罪。他只是我书院一小小书童，你们小小书童，他是什么人？我想你诸葛先生比谁都清楚吧。既然你知道他的身份，还敢拿人？人都在我手里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跟我走。太子在此，护驾。赵景玉乃是南诏宫内线，邪教教徒，南诏宫阉人，私设五原邪教之乱，以其势力庞大，一直无从动手。今日太子受到威胁，遂立即处死。尔等还不放下武器？参见太子殿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请太子恕罪。随大人免礼。这画的是你又不是你？是我梦中的你。那是藏香，我礼佛便建了一个佛堂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林姑娘虽是青楼女子，却是重情重义之人。她为你而死，此乃清拔之命。没有人知道铃兰是青拔转世。我在收拾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个。薛神医和我父亲一直在筹集金银，他们都听命于一人。随礼刀。美人，王捕头，王捕头，我们中计了。大人，太子和诸葛先生在郊外的森林那里有一个据点。王捕头，王捕头，王捕头，王捕头。
下已定，我神功大成，世间万物皆进入我手。撤！撤！撤！不是南诏公，也不是赵景玉，是你。你是不是知道的太晚了？你那么恨南诏公，为什么还要逞凶肆虐？我前身远祸，隐匿于五元神教内，待到终有一日夺其力量，岂不妙哉？那我爹呢？他救了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你爹乃是忠义之人，我曾敬他，但可惜他是个死脑筋，他看不明白这一切，总有人要牺牲，他也算死得其所。那林兰呢？哼我救了他的命之后，我养了他15年，都是因为你。自从你开始查案后，我便要林兰主动接近你，将你查案的方向引向南诏公。没想到他居然对你产生了感情，更加没想到你是雷神血脉，你的血和真龙天子的血一样有用。可惜青蛙还真是青蛙，为情可以放弃一切，他杀我不成，便求我愿替你去死。有了真龙天子，再有了你的血，我完全可以不杀他，也一样可以获得神力，掌控天下。可他却要杀我，为了你杀我，所以他只能死。
报仇吗？来呀，动手啊！始终成不了大事。朝廷正是用人之时，罗峰，你可愿随我进京，协助太子治理天下？先生，那是多大的官啊？是不是就能有块什么御赐的腰牌，上面写着“天下第一神捕”？多谢先生，学生愚钝，恐仍需时间历练，才能担此重任。别啊，现在就去效力吧。你还真是个官迷啊！要去你自己去。我怎么就官迷了我？我就是想当第一神捕。时候不早了，太子。天下未定，我必会成为一代明君。洛峰愿带江山稳固，百姓安康。走，去上京。哎呦，我的哥，你终于开窍了！上京上京，走着。我看你废话是真多。你懂什么？听说上京好玩的东西可多了。傻瓜。